有请下一位。大家好，我叫张俊豪，我今年三岁了，我来自山东淄博，这是我的宝贝，我要和我的宝贝一起表演节目。你一个人表演吗？我和我的宝贝一起跳，表演随便跳。随便跳舞啊？哦，那你能告诉我们，你拉的那个箱子里边是放的你跳舞需要的东西是吗？是。这你还能告诉我你是弟弟还是妹妹啊？弟弟。先给我个望远镜来，我看不清楚的是。好啊，那你是想现在就给我们表演你的随便跳舞吗？行，我这里有一个遥控器。哦，遥控器。哦，遥控器啊。你这遥控器是遥控我们的还是遥控他们的？评委，你需要帮助我按音乐吗？哦，我帮你按音乐是吗？是啊，没问题。来来来，他需要我给他按下音乐。哎，是这意思吗？慢点接他一下。不用把他接下来了，不用下来你把遥控器拿来就行。哎呦！哦，这让他自己，人家是男人了，哎呦，天哪，了不得，男人自己来。哎呦，了不得，慢点，别睡着，亲一下好吧？哦，天哪！哎呦，亲这个奶奶一下，哎。我奶奶。啊，亲这个姐姐一下。来，亲这个哥哥一下。宝宝，哎，多好玩啊！咱们今天去少林寺吧。别跳了，别把他摔了，给了我遥控器。哦呦，这！哦，他还真有音响，是有遥控器。那是音箱。Latinoamericana soy de aquí, caridad de Santa pero friki.